那你先去咯，这样开始。好。是，哎，我要讲什么？你可以慢慢讲。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是博全。现在我们的时间是11:08，我已经在那个美华姐的办公室待了多久？5个小时。5个小时。哎，对，我们4点到的，哎。快点讲重点，讲重点。好，然后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基地。我们虽然计划名称还没取，但是明天早上应该会生出来。然后我就要看到那个绝天在旁边刻他的艺术作品，大概还要在20个小时才完成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介绍我们的土地是在，它在七股的曾文溪旁的一块田地，大概3甲。大这样子，然后哎，你有不能把我的讲完啊？不能把我的讲完哦，不能把你的讲完。嗯，好，我主要的部分呢是要我调查了这边这个土地的基本资料，嗯，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比较细部的，就是它大概是长这样子，嗯，旁边有一条路，下面有一条路啊，这边有一条溪，啊，这边有一条小的郡沟，然后旁边两个都是渔温这样子。所以这边台南七股的那个气温呢，先看风向。